西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内部编号第八处，是专门负责侦破全市重大恶性案件的机构。1997年冬天至1998年春天，该机构一大队历尽艰难奔赴宋省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宁夏等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，通过全市干警的有效配合，一举破获了以董雷为首的集团杀人案。本片记录了这一复杂曲折的过程。 搬家公司的，你们前两天不是搬过家吗？东西没有给你们卸完，那今天给你送过来了。我没得东西。跟你说没得东西的嘛。你还出来看一下吧。这几天我们已经抬过了，抬过来以后你再看一下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还要搬回去呢。出来看一下。 你把衣服穿上，穿上。
你过来。哎，你走，妈妈走。刘春花是袁淑华的老婆，上个月刚从四川过来的，两个娃娃也是他们两口子的。袁淑华说好几年没见孩子的面了，叫媳妇儿把孩子带到西安来见一面。你是哪儿的？干啥的？这为啥和他们住在一块儿？我是刘春花的兄弟，袁淑华的小舅子，我陪我姐从四川过来的。那袁淑华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四川的公安经常到家里来找。他现在在啥地方？我不晓得，我姐夫说现在风头紧，他必须单独住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晓得，我姐夫他不大喜欢我，他啥子事情都不跟我讲。你们求我姐嘛，他肯定晓得。刘春华，现在我们只问你一个问题，袁淑华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可以告诉你，袁淑华她本人作恶多端，流传了这么多年，今天也该到头了。你现在要为你两个孩子考虑，考虑你两个孩子的前途，考虑你两个孩子的幸福，就必须和政府合作。光哭是不顶用的，我们不是骗你啊，你和你兄弟两个人已经够了这个包庇罪，检察院随时可以发出逮捕证。如果我们逮捕了你们俩，当下你们两个孩子就没人管了啊，所以我们考虑你要积极主动的抗争政府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你讲袁淑华在什么地方？他现在不在西安。不在西安，在什么地方？他昨天晚上是到北门招待所去住的，坐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四川去了。你讲的是真的假的？他坐哪一班航班？哪一班航班我记不清楚了，但是他坐的是下午2:20的飞机，现在都3点了，可能快到了。我警告你，你可不要骗我们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飞机票是我给他买的，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嘛，我跟我的娃儿会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的。买机票用什么名字？给了我一个身份证，上头写的是袁海。哪个袁？哪个海？袁世凯的袁，大海的海。刘春华，刘春华，刚才俺领导给你做的工作都听到了吧？啊，希望你能多为你和娃考虑考虑，对吧？提供一些真实情况。喂，你机场公安处吗？啊，我是这个市局把守我李传发呀。啊，你好啊，伙计。哎，有个事请你帮忙给咱们查一下啊。一个呀，就是给咱们查一查，这个下午2:20呀，是不是有一趟这个西安到成都的飞机啊？是不是已经起飞了？对对对，啊。第二个给咱们查一下，就是看那个乘客里边呀，有没有一个叫袁海的。啊，登记了没有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放电话啊，我等着啊。喂，啊是啊，啊有啊，有航班，啊。啊，有袁海这个人。哎，伙计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袁海啊，这是四川省通缉的一个要犯啊，请你们马上这个通知这个成都机场啊，等飞机一降落，让他们立即这个拘留这个袁海啊。啊，好好，详细情况我们很快通过这个省厅啊给他发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这样，伙计，谢谢了啊，再见啊。根据四川省公安厅1995-1163号协查通报，1995年7月18日凌晨5时许，武
位于成都市文庙后街的四川省公安厅接待站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。案犯作案时被我巡逻人员发现，遂开枪拒毙，造成人员伤亡。现已抓获同案犯三人，但是持枪首犯袁淑华在逃。该人系四川省威远县白胜乡任家滩人，所持枪支系1994年12月10日成都市武侯区公路饭店招待所303房间被盗的64式手枪，枪号为2902-4558。这就是说，袁淑华持枪杀人案和西安的枪案完全是两起互不关联的持枪杀人案，怀疑的线索被一一排除，西安121枪案又陷入困境。2月20日，公安部刑侦局给西安市公安局发来电传，希望西安市公安局努力工作，尽快破案，打击恶性犯罪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局长刘平、吴金彪立即和穆文修一起分析，前段时期虽然全市民警对建筑行业进行了反复摸排，对案犯可能活动的地方进行了大规模搜捕，但是由于案犯一直流窜在城乡结合部，持假身份证，用假姓名，是摸排起来难度很大，所以必须适当调整目前的工作方法。此后，穆文修立即召集李全发和童小明开会。刑事逼人啊，眼下咱们几个还得再研究一下，手下谈到几个基本问题。第一呢，案犯到底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，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说，最近这些天没有他们活动消息。我感觉案犯还在这个本地的可能性大。理由呢？你看头一回作案杀冯志伦在南郊，第二回作案在铜川坂跟这个户县，第三次预谋抢行车又回到西安，显然这个罪犯呢对本市情况比较熟悉，不愿意轻易离开西安。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外地，我估计这帮家伙又要作案了。上回没有抢成信用车，钱包都空了。对，现在我们再研究一下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案犯在西安，他们究竟住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只确定了案犯的职业与建筑有关，但是他们住在什么地方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。今天晃悠什么呢？看看吧。嗨，就这就3000。怎么？我帮你。嫌贵了？太贵了，不是嫌贵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算了，我来吧。笨手笨脚的。哎。哎，今天晚上去哪儿吃饭呀？你说嘛。嗯。怎么有点想吃烤鸭呀？烤鸭不好吃。反正换别的吧。我说什么你都说不好吃，从来就没听过我的。好吧好吧，去吃烤鸭。陈州啊，我说你这么仔细干嘛？又不是咱们家。是咱们家，这活也不能我一个人干呀。我帮你啊，怎么样？你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这个展品不让做的。这帮姑娘也配作证啊？哟，是念学会瞧不起人了？怎么了？现在农民有钱的可多的是。我看他们就不像。哎，这沙发挺舒服的。响了。红了，
乐，赞了。你俩这样子，咱俩公司转了半天，连服务员都不耐烦了。我看地方还是不行。咋了？人太杂，其他几个地方，他万一出个麻的，脱不了身。咱不会趁没有顾客的时候下手，外头人根本看不见。你说的容易，光公司男职工七八个，他咋弄？他不在那儿，赶紧开发区有套房。上下班时间咋样？早上来的晚，晚上回去的也晚，大概在晚上十点以后才回去。他有几口人？他跟他媳妇。万一他家临时来个人，咱是不知道。黄鞋子有把枪，别说都临时来一个人，都来几个人开把伞，还不是动个手指的？你说，明天我给你介绍个人，他会走枪，自己会走枪，枪上都一个复杂的很。有多复杂？又不是造卫星。这么说，案犯是不是住在这个通川坝附近？如果案犯就生活在通川坝附近，那么具体的讲呢？应该是通川坝以南的仁厚庄，再向南的沙坡村的可能性大。这两个地方呢，都是城乡结合部，尤其是沙坡村，占住人口比较集中，管理难度也很大。我看，我们下一个目标，重点在这两个村进行摸排。22日傍晚，专案组仔细摸排了外来流动人口非常多的仁厚庄以后，又来到流动人口更多、情况非常复杂的沙坡村。公安碑林分局刑警大队和沙坡村派出所出动全体民警，以查暂住证的名义，配合专案组对南沙坡村和北沙坡村所有外来人口进行摸排登记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刚刚工作了两个多小时，一位妇女就向专案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。她认为邻居的儿子于小三和警方提供的模拟画像非常相似。于小三？嗯，于小三。于小三？嗯，你再看看得是的。肯定的，于小三。没有，就是的。肯定在哪住着呢？就是我三楼，我洗头的我一家嘛，连着房子。那边那个三楼、哦就是、是吧？就是。他是咱村的外地的。外来户。外来户。于秀艳家的老三。来多长时间？来可能有一年半载吧。从哪儿来的？从陕北来的。这人家里的啥情况？他家是啥情况？反正是这于秀艳啊，这家可怜得很。他男人啊，前一个小公路哈、啊，就跑给崩死了。他么是个拐腿。嗯，带着三个娃来西安挣饭吃。对，老大老二是女娃，嗯，其中一个还又聋又哑的。嗯，于小三现在干啥着呢？于小三，于小三，我是个混混子，谁知道具体是干啥的？这平时个子，这个子有多高？个子就跟你差不多，比你稍微低点，都那个个。嗯，说话口音？陕北口音嘛。陕北口音。嗯，成天的喝酒。嗯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出去，不知道都干啥、嗯。对，嗯。前一阵子，哎，反正就是前一阵子。嗯。他早上5点钟他才回来。对。满身都是血。血咋来的？不知道嘛，人家偷偷摸摸的，咱找家做啥呢？嗯。这两天见了。没见。就这么见。没有，不知道。那行，好，谢谢了啊，谢谢，打扰了，好，谢谢，再见了啊，嗯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好。王队长，嗯，从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看，我看那个于小三的这个身高、相貌、口音，还有这个表现，基本上符合咱那个条件着呢。那个，咱现在去看一下，看要再把他拍了去。不，你看，我说你现在拍不一定能在，放到后半夜，要不然把这惊了着。那也行，咱试用期间也就行了，后半夜来。来，行，好，行，那就走。你这是个新盖的楼吧？管理还严得很，门口有个警灯和移动钢门，保安一天三班倒，三人进去肯定要问。他家最近有个高新分局的公安吧，还是不是到地方巡逻了？
现在开的地方比较难销售。哎，不行就算了，东哥，找个大款嘛，又不是找外星人，再从换一个能有多难？越是难的地方越是容易。你小嫂到哪去了？上班去了。深更半夜到哪上班去了？他给人家开出租车，都两个月了。两个月了？你在这住多长时间？一年多了。一年多？办没办暂住证？没有。没有？他开车有没有执照？有，他在延安的时候驾驶执照就办下来了。我儿是不是出事了？就你跟我说一下。你先别着急，我问你个事，他给谁开车？车老板是谁？车老板姓程，就是村北头的那个程东海。陈东海，小嫂啥时候回来？那天就亮了。他回来直接回家吗？还是？他先给人家陈老板还车，回来睡觉。平时都是这种样子。哦。那行。就是这情况，你在这好好休息，没有啥，我先走了，走吧。谁啊？老陈。啊，派出所是吧？哦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打下门。来来，请回去。哦，王先生。有事，我有学员老三在这里开车的。是给我开车的。咋有啥事？人出车去了。出车去啊，有个事儿了解一下。到那看看。你别害怕，没有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就是这。差不多，这大轮毂就像他。看仔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没事，弄好啥坏事了？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哎，晚上回来不回来？这晚上一般不回来，我早上都是规定的啊。几点回来？一般都是七点，早上七点。早上七点，因为俺这商量好的。他早上七点回来，这我是吃了饭了，这时候，最迟他是七点一刻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我不是白天开着，他晚上开着。在这晚上回来不回来？晚上一般不回来，有啥事他跟我电话联系你嘛。不回来？那他肯定不回来吧？不回来，不回来。你是这样，你现在房子你回去，那回去你不管了。那你在房子坐着。不，你这样，你回去，那么长，那等会儿就不管了。你啥事你自己啊？要啥就回去，你不要管啊。好，叫你出来，出来。对对对，好。那不行，咱在那儿守一会儿，这边等着。对，那行，咱仨等着。你先回去吧，去。对，好吧。好。你上楼，行，我在这等着。行。东哥，王强，哎呀，好兄弟呀！来，赶紧进来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都是那个刑警要做抢夺伙计，王强。哦，来来来来。
东西拿来。就这，咋这难看呢？这也叫钱？能打响不？那咋看着悬、啊？好家伙，样子不好看，纹理倒不小。王强跟我是老关系了，人能干得很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来来坐坐。王强，你想什么？大官人吗？来，王强也是过来人，啥都没干过。有啥经历吗？把你我光荣历史给弟兄们也骗一下，坐坐。没有啥经历，我是地会弄人，我是用的大。我有一年回到俺屋去看望俺妈去，和俺村女子关系真的很。他男的最后知道，我要弄了，嘴子撂的多大的，他把我杀了。我得听这，我晚上都跑到他屋去。刚在，我都没客气，上一次还给弄了几十。还有弄饭再吃，看着这，看着就是害怕悬了，害怕我来死不了，给啥好心思，又给弄了几十刀，我来刀蹲着，我啥没弄下来，弄完了后他娃在娃哭呢，直接我是把他娃都没开心，直接都废死了，我大天晚上回去废的觉，第二天早上一起了。到了把俺村里围了，我跳墙下湖游泳，我跑了，我怎么回去？哎，够危险的，你还睡觉呢？来来来，回来回来，哎，不可废，坐，来喝酒吧，对吧？怎么会见面？坐坐坐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个熊，不要着急，再等等，看看。你俩可能穿暖和，我不行，我冷得很。哎呀，不行，这真是假的，没来的时候。在这高楼大厦的背后，一场更为凶恶的犯罪活动正在进行着。上午八点整，四名案犯和干活的民众一起混入高科花园小区。是的，是吧？嗯，是的。记者，八点半了，再等一会儿。啊，再等会儿。再等。再等吧。
酒店了，咋不见回来啊？哎呀，就是，这几人咋怪怪的？平常这时候都回来了，这小三一般还是不务实的啊！这我就说不来了，你不会出啥事吧？是不是查查都行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啊！就是一般我晚上不让他跑夜通啊。嗯，因为咱这先有安全。再说他要是跑长途的话，有活了，他得给我打电话联系，咱车主他得跟我商量，经过我同意才能行。对，会不会把你车卷走了？这，我估计他不会吧？就知道大牌喝酒。我平常嘞，我就没事嘞，我一些二道小子在一块儿就耍闹的。我真有了活，他一般不干那样子。酒店嘞，反正这样子都不是个办法。就冷得很。这样吧，那个贾云都联系一下。行，好吧。哎，对着，所长，你给联系一下。这个把咱车卷跑了，这个咱都亏不像啥了。嗯，看是不是这回事儿。喂，哎，你好了没有？好了，马上就来。快点。让他们稍微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姐姐。哎，你快点。那我在楼下车上等你啊。你知道门牌号应该夫人我一个谁哈？我们就说一下了嘛，那个六门，六门不是跟着别人进，跟进的。哦，夫人进不去，你稍微解释。这种地方又是建制门，又有保安，咋会大白天发生案件呢？这个小区建成时间不长，而且各项管理还比较负责任。我们分局每天在这里巡逻一到两次。这个受害者是谁呢？受害者叫郭超，前两天家里成了总经理，这几年生意做得还不错，有钱有闲。还有个女的，我女的是他老婆。有没有孩子？有个儿子，在贵族学校上学，经常帮着。下午三点，弹道检验也有了结果，杀害家具城老板郭超的弹头仍然是从那把钱号为1902-3404的64式手枪中射出的。心情沉重的处长穆文修在高新分局主持了案情分析会。
头一个枪杀冯世伦是在晚上在郊区，第二个枪杀陕北两个司机啊是在户县的盘山公路，都是人比较少的地方。这一案倒好，大白天案子做到报案严密的高级组贼去来了。我先说说现场勘查情况。对，我把现场勘查情况给各位介绍一下。这个现场比较特别，从这个大门来看，这个室内的这个大门是门锁是完好的，没有明显的撬压痕迹，室内呢也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。但是根据现场这个咱们发现提取的足迹来看，是两种，两个案犯，高个子案犯身高这个推断在1.78米左右，低个子案犯身高在1.72米左右。这个现场还发现提取了一个自制式手枪一把，这个发射弹头3枚，这个其中有2枚是6.40式弹头，1枚是自制弹头。这个还提取有2枚这个发射弹壳，这个弹壳都是6.40式的发射弹壳。死者是被啥枪打死的？这个郭朝是被这个6.40式手枪打死的，而他的媳妇儿是被这个自制手枪打伤的。这个两人的头部各中1弹。这个就是案犯遗留在现场的自制手枪。制作的挺粗糙的。哎，这枪造的蛮有水平。你不看这模样不急，关键部位制的到位，设计简单，实用的很。医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人还在昏迷着呢。丢什么东西没有？基本上可以确定丢了现金，至于多少现在还难说。郭朝的皮包和他老婆的皮包现在都被翻过，根据咱调查组刚调查回来的情况反映，他公司的员工讲，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，这个老板娘说今天上午有四川的人到这儿来提货送货，他要带现金去给家公司缴款，钱已经取好了，具体多少不清楚，恐怕最少有10000，因为现在郭朝的皮包和他老婆的皮包里都啥都没有了。你们说他们公司的职员因为有紧急业务给郭朝打电话，是啥紧急业务？上午9:50左右，有一个人到他公司来了，说是他们是汇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，他们的这个新办公楼盖起来了。需要一大批这个老办公楼的这个家具全部不要了，需要一大批新的这个家具，要这个天翼公司给准备一下，要优惠一点价钱。这职员听到这个以后你拿不着主意，赶紧给这个郭朝打电话，叫郭朝赶回来。后来这个人呢？人一多乱了，这个人不见了。查这个人。行。正当案情分析会紧张进行的时候，梁伟和刘洪阳终于查到了于小三的线索。交警支队提供，昨天夜里在大雁塔石子发生了一起车祸，3辆车撞在一起，其中1辆是夏利，而司机正是于小三。刚才我下地是司机，下地司机，就门口刚找个小个子嘛，于小三。啊，对，于小三。哎，我去上厕所去了。哎，刘三，于小三，叫于小三，于小三，哎，站住！哎，咋了？走，哎呀，不敢，你好了，找到于小三。梁伟和刘洪阳立即带他前往联湖分局刑警大队，请局方办的两位见过案犯的目击者辨认。
来，老师进来了。来，看认真点，不敢马虎。看这几个有没有那天在玩租车的那个。没有，没有。详细看，衣服可以换，哦，看准后再把结论下准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天来租车我小伙，我印象都比较深，他要在的话，肯定能认得。能肯定没在啊？肯定，肯定。辨认的结果令两委失望，两个目击者都否认于小三就是当时来同川办租车的小个子。是这说的？不是这，不是这，张总，就三个车子。行，那行行，走。张总，我帮你扶着。哎，你啥？于小三，你跑啥呢？我害怕的很，我害怕老板叫我赔车，我拿什么赔呢？那我交通事故你出来肯定要处理你嘛，我一跑事情就能了，完不了。你前几天早上那血，满身的血咋闹的？啊，我是半夜在夜市吃饭的，看见别人打锤呢，我把受伤的人送到医院去了。这还是个好啊。跟你没关系。跟我没有关系。还是这样子的。那行行行行，你跟我回吧。好，嗯，坐吧，没事。啊，好好好，坐坐坐。